顺了。大概是1677万，就是1677万，后面很多啊，所以大概一般哈，就二十四次方种颜色，大概1677万色，大概是这么多种颜色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当然了，你可以第一种颜色是可以把它改成白的，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把它清除掉颜色。清除掉颜色的表达方式的话呢，就是叫做，其实你们可以参考16至17页的倒数第2467哈，另外一个颜色16至17哈 ，XL 就是 Excel， 然后 None，N-O-N-E。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颜色也可以，好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这一行把它去除掉了，好，这样的话，那清除前一种这个地方，把这个注解搬上来，搬到这边来 ，Enter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，就是说呢，在出题的时候顺便呢做这三个动作，清除前一次的分数，清除前一次的作答，清除色彩，好了，把它 save 起来，好 ，save 起来之后的话呢，来乱乱看哦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 run 一下，出题，清除一二三，哎，这是什么状况？清除了，清除了，这个颜色变成蓝色的哈、哦。出题，看一下程式啊、哦、，x color x l none 没有颜色。